奏。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第七，正行甚深。法首菩萨寄送第一首，我们先将经文念一遍。佛子善谛听，所闻如实意，非但以多闻，能入如来法。这首偈在前面我们学习了一半啊，清凉大师的注解。大师为我们说得很明白，法首菩萨并不是说多闻不好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但是多闻要不修行呢，就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啊。所以最重要的是闻了之后啊，要解其意啊，意思要懂，懂得之后啊，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样子才能够其如如来境界啊，这个才重要。那么他也举出这个多闻而不能够行的例子啊，如提婆达多善心比丘啊，这个是能说不能行啊。提婆达多也是辩才无碍啊，啊，很会说啊，所以他的徒众啊也不少啊。啊，最重要的呢是听了啊，真正能做啊。清凉也举了两位大德啊，阿难尊者跟舍利弗啊，这个是佛弟子当中多闻而能行的啊，听了之后啊，他真正肯干啊，依教奉行。所以结论里面呢，结得非常好啊，自利利他之心，并须明达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这真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这个路很长啊，不是一生一世啊，生生世世永远不退啊，这才能成无上道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生勤奋修行，来一生能不能得人身呢？啊，得人身呢，能不能闻佛法呢？闻佛法能不能够遇善知识继续修行？这个都没有把握。我们自己心里总要明白啊，别人的事情可以暂时放下，自己这一桩大事可马虎不得了啊。如果有疏忽
真的是一舍人生，万劫难复啊！啊，无界十善要从心地上用功夫，那才是真的啊！啊，形式上的持戒，啊，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还没有放下，那就没有把握啊，这个往生净土经论里都说的很多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，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清净的？啊，心清净的相是什么呢？烦恼少了，自私自利的念头少了，名闻利养的念头少了，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少了，贪嗔痴慢的念头少了，这叫烦恼清呢，智慧长啊，这才能得清净啊，清净心，清净行，跟净土就起感应了啊。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啊，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学佛的人多啊，得清净心的人有几个呢？啊，真正得清净心的一定是沉默寡言啊，外面的六尘境界一定是少接触啊，没有必要啊，确实他不接触啊，养静啊，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就晓得有功夫啊。如果还是心浮气躁啊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所以教经教要善学，啊，要会学，啊，真正的利益，啊，不要小看一个人。一个人真正有道德啊，必定能影响几个人啊，像我们这周边呢 啊一个人真正有道德了，他会影响这个团体啊，这个团体你比如说以我们这个学会来讲，它能够影响这个学会，学会呢一定影响啊，常常到这边来参学的同修，人数不要多啊，有个二三十个人，四五十个人，就会影响这个地区古来啊，历史上有很多这些证明啊，我们要汲取啊，
啊，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啊，他能够爱民，能够勤政啊，他就感动他的下属，下属跟他一样，那就感动这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少灾少难啊。啊，灵县有灾难，他这个县没有灾难。啊，这桩事情，一般人呢，把它当作神话来看待。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些记载，半信半疑啊。啊，现在呢，我们相信了，不怀疑了。啊，为什么会相信呢？江本胜先生也不过找五六十个人吧。啊，在琵琶湖旁边。诚心诚意的祈愿啊，你看呢，就是五六十个人同时一心啊，大家心里有这个愿望啊，说出来，湖水干净了啊，我很喜欢这个湖水，湖水干净了。三天之后，这湖水果然干净了，很长的时间都没办法干净了。啊，你看看，五六十个人的愿力，能够使湖水干净了。啊，湖面上的波浪没有了，水平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啊，说明。人的意念跟天地万物啊有感应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念头不一致啊，他四五十个人他的念头一致，他就产生很大力量。我们今天不一致，而且念头呢很杂很乱啊，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名闻利养 啊都是贪嗔痴慢，所以感得的这个境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气氛，外国人讲磁场啊，很不好。啊，感应的道理被科学家证明了，啊，不是假的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你要问理，理很深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的时候，知其当然呢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啊，他是屡次做实验。都看到这现象的发生啊，证明确确实实所有一切物质跟人的念头善恶念头啊相通啊。那么菩萨在此地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发愿，如果我们这个小道场啊，小道场人数不要多啊，印光大师给我们讲啊，二十个人的道场是最理想啊，个个成就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看从前觉明妙行菩萨西方确旨这个小册子
啊，他建一个小道场就12个人呐、啊，志同道合12个人，12个人通通往生。圆满功德了，一个不漏啊！你说这还得了吗？这个道场多么殊胜啊！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啊，这是末法时期最好的榜样。印光大师赞叹了，多次的赞叹。我们在文钞里头读过啊，嫁鸡孵卵，这个西方确实是孵卵孵出来的啊。印光大师给我们作证啊，他说这个孵卵是真的啊。那么其他的孵卵靠不住啊，这是真的。纯正之法啊，觉明妙心菩萨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，念佛成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，他把他自己修学的经验效果啊，他往生已到极乐世界，是道家慈航啊，附在鸾坛上啊，来教导我们啊，因为他们那个十二个人呢喜欢附鸾，哎，结果他就来指导他，这12个人跟他过去生中有殊胜的缘分，啊，所以这些人呢都能够老老实实的念佛啊，个个往生，真干才行啊。我们今天再看第二段啊，清凉大师著述第二段，婆沙42云，这是婆沙师大毗婆沙论第42卷啊，这个论文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啊，有这四句，这四句很重要。多闻能知法，多闻能立罪，多闻舍无义，多闻得涅槃。那么多闻不是不好，你看看佛菩萨在经论里头赞叹多闻，阿难尊者在世尊当年在世这一会也，多闻第一了啊，世尊常赞叹他，所以世尊灭度之后集结经藏，那非靠阿难不可了啊！因为阿难佛所讲的经他都听到，记忆力又好啊，阿难尊者真是天才，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啊，所以他来集结经藏，集结经藏是佛讲啊，把佛当年所说的重复讲一遍，不能讲错啊，讲漏掉可以，你可不能自己加进去啊，旁边有人记录啊，听众说500阿罗汉都是同学，有同学来证明啊，阿难讲的确实佛是这么说的啊，没说错，这才记录下来
500人听呢，如果有一个人反对，这一句话就不能记下来啊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啊，不是的，一个反对都不可以啊。佛经取信于后人啊，这样的严谨啊，后人才相信啊。写成文字，大家才能够依教奉行。啊，这是集结经藏当时的情形，这要靠读文呐。所以《论》里头赞叹了：“读文能知法了。”你要不读文，你怎么能懂得佛法？这个法就是佛法啊，法是个代名词啊。我们常讲啊，尽虚空变法界，用一个总的代名词就称之为法啊。法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一个代名词啊，啊，你才能知法了。这个知法呢，这个知法就是佛，佛就是知的意思，佛是觉，啊，觉知。你对于一切法都觉悟，都知道了，一定要靠读文。那闻谁说法呢？一定要闻过来人。这个过来人就是我们一般讲啊，有修有证啊。啊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佛法里面常说的无上菩提。那他所讲的决定没有过失，决定没有错误啊，这是佛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吗？我们还能不信吗？佛很慈悲，看到这个世间众生语言成熟了，他来实现的《梵网经》上世尊告诉我们，他早就成佛了啊，这一生到这里来实现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，不是真的啊。这一次到这来表演，在我们地球上啊，过去他常来啊，这是第几次？第8000次。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世间成佛，这一次是第8000次，久远界就成佛了。那么他这些弟子当中，无论是菩萨众、声闻众啊，再加这些居士众啊，甚至于护法里面啊，这些国王大臣长者这些大众，里面有不少也是诸佛菩萨应化来的啊。这就是所谓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。他要到这来唱这台戏
这一台戏一个人不行啊，他一个人唱主角，还要许多配角。啊，配角是什么人呢？配角也是诸佛如来。啊，那我们知道的这些大菩萨，啊，文殊普贤、观音释智，啊，地藏菩萨的，通通是古佛子来的。不但菩萨众里头，我们知道很多古佛在来的，居士众里头有，声闻众里头也有，啊，这就有缘嘛，那随喜嘛，啊，你是先做佛了，我们大家都帮你忙，老师也来帮忙。这种情形我们不难懂啊，我舞台表演不就是如此吗？啊，这个学生学成了，他今天唱主角，老师去帮他跑龙套啊，帮他做配角，常有的事情嘛。啊，诸佛如来在设法界里面表演，一佛如是啊，啊，其目的不为自己，啊，所有在舞台上表演的人都没自己，他有个共同的目的，觉悟众生，这个意思多好啊，觉悟众生啊，所以彼此没有意见啊，如果有自己在里面，他就有意见了啊，就不能够泄火了。没有意见，有个共同的目的，觉悟众生啊。所以不论你扮演什么角色啊，你扮演佛陀的角色也好。啊，菩萨就是也好，啊，声闻弟子也好，护法也好，通通密切合作。啊，这台戏唱得圆满了。那么再告诉诸位，提婆大多也是菩萨来应化的，啊，表演反面的，通通是教人嘛。啊，舍利弗、阿难尊者表现正面的，啊，正面反面都是帮你修。哦，反面你看看，多闻不修行，哦，最后还要堕地狱。啊，在这个僧团里面，还要去闹是非。啊，破坏僧团啊，都是叫你看到之后觉悟的。哦，你一看到他这个做的不对，错的啊，错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啊，多闻不修行，那没真干啊。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一批正面的啊，听了之后啊，真做到。真正是受持读诵啊，为人演说，这真做到了啊！所以多闻才能知法，知法就是正果啊！我们佛门里头常讲啊，大彻大悟啊，啊，知法是大彻大悟。对于一切诸法，通常我们讲六个字啊，性相、离事、因果
啊，大讲到宇宙，小讲到微尘，啊，都不外乎啊，性相离事因果。都能够通达明了，这个人真是佛啊！究竟圆满通达的明了是佛陀，通达明了还不究竟啊，没有到究竟圆满，这个人是菩萨啊！通达明了。接近真正明了啊，接近真正明了，这个人叫阿罗汉啊，所以阿罗汉是在相似位华藏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分正位，真明了了，啊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，啊，还不是真正明了，但是跟真正明了很接近了，啊，所以说是，是没开悟啊，已经达到开悟的边缘了，啊，没真开悟，那也就很了不起了，这相似位呀。他们住的是四圣法界，啊，不在六道，啊，但是在十法界里面，啊，所以多闻呢能知法，啊，多闻能立罪，这个立罪就是修行，啊，你真正懂得这一切法。一些诸法呢，相有性无，似有理无，有无是一，不是二，这真正通达，性相是一了，理事是一了，入这个境界。理事无碍啊，到最后告诉你，因果不二，这个境界又提升一层了，事事无碍啊，这化身菩萨的境界了，一定要可修，所以闻思修啊，啊，闻是接触啊，思是明了啊，就是知法了，修是立罪也，啊，立什么？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立罪啊，所以你要晓得。严格地讲，不但执着是错了，分别也错了，再向上一层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啊，立执着是阿罗汉，是辟支佛；立分别是菩萨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。是佛陀啊，跟诸位说，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修什么？他们就是修不起心不动念啊。那么四十一个阶级，也就是说明对一切这个性相事理因果啊。不起心不动念的那个程度有浅深差别不同，分成四十一个等级
化身菩萨了，啊，他们都是诸佛如来啊，啊，他修什么？修这个，啊，修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达到究竟圆满，是究竟佛果，啊，那就入第四十二个位次了。无上菩提没有在上面，上面再没有了，啊，四十二是到顶了，离罪，啊，所以我们学佛啊，虽然修净土，多闻有好处啊，啊，你把这个宇宙之间啊这一切现象道理。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自然就放下了，你自然就不会有过失了，这就立罪，不会再有过失了啊。多闻舍无益啊，舍是放下啊，意是无意义的，毫无意义的事情，你学它干什么？这个无意义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们诸位仔细想想，现在人所讲的迷信啊，啊，我们没有多闻，不了解佛法的真实意义。多误会呀，认为佛教是迷信，佛教是消极啊，佛教是毫无意义，那你学它干什么啊？多闻之后啊，才恍然大悟啊，这个里头有真理呀，啊，讲的是事实真相啊，有意义不是无意义啊，啊，所以多闻才能破除迷信，多闻才能够舍误会。你闻的越多，帮助你开智慧，啊，智慧虽然是从戒定慧成就的，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，啊，可是不能离开多闻，啊，你就是我们讲宗门大德，啊，禅宗，特别是中国的禅宗。他不用多闻，啊，他用参究真的是一门深入，啊，所以他不看经，啊，他听老师开始，啊，所以宗门的老师都有语录，啊，六祖坛经，那是后人。对六祖特别尊敬，把它称之为经，啊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六祖能大师的语录，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在佛门里头称经的只有佛所讲的称经，啊，菩萨所讲的呢一定要得佛印证啊，佛要不给他印证，不能成就。啊，都要得佛的印证呐，啊，这个才没有问题啊。
那么六祖能大师他的语录后人尊称为经，把他视同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地位啊相等，没有两样啊，特别尊敬的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宗门大德是悟后多闻，没有大彻大悟之前绝不多闻啊，所以他心是定。大彻大悟之后啊，广学多闻啊，你看看彻悟之后，明心见性之后，他超越十法界了啊，到哪里去呢？通通都在华藏世界啊，华藏世界你看看，听毗卢遮那佛说法啊，在华藏世界里学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学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不是这一本书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课本的时候就叫做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实际上呢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说明书。啊，真正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什么呢？那是宇宙啊，宇宙的全体啊，叫大方广佛华严呢，宇宙的全体啊，这个我们在经题上啊，这很久之前讲的了，经题上跟诸位介绍过啊，大是讲宇宙的本体，方是讲宇宙的现象，广是讲宇宙的作用啊，整个宇宙包括这里面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没有一样漏掉啊，这叫大方广啊。大方广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如来，都是佛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法都没有过失啊，都没有染污啊，都有见闻觉知，那就是知法啊，都是清净即灭，那就是底下讲的涅槃。涅槃是清净即灭啊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染污啊，烦恼啊，生死啊，那是你看错了，你没有看到真相，真相如如不动啊，你眼睛看花了啊，你以为那里有动啊，实际上没动啊。为什么实际上没动呢？实际上它没有现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虚妄想，妄想从缘生啊，缘生缘灭，与它的离体毫不相干啊。啊，这些都是诸法实相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在一切经里头常讲啊，我们学习的时间久了，
啊，你这一提起，我们都知道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听得太多了。啊，不用记忆，它自然，哎，它就熏习了吗？为什么还有过失呢？没做到。我们是听了，是在家，就跟提婆达多一样，跟善信比丘一样，啊，听得很熟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。这个事情我喜欢，那个我很讨厌。没有把佛陀教诲也去做到啊，所以佛菩萨教诲今天没有过失啊，过失是我们听了没做。啊，我们没有齐如大放光。这个寄诵啊，最后这一句。南如如来法了，这个如来法就是大放光，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，就是教下讲的大开圆解，我们都没得到啊，没有做到，没有得到的原因，没有依教奉行啊。不要说别的，佛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过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佛教导我们怎样处事待人，通通没做到啊！啊，我们不要讲佛陀那说的那么高，啊，我们把水平放低，你看孔子，孔子实现的是人道。啊，孔子待人尊重、谦虚、有礼貌，啊，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。啊，周公辅佐成王。史书上记载，一沐三五法了，啊，沐是洗澡啊，啊，洗一次澡啊，这三次，啊，还没洗好，外头有人来访问了，啊，赶紧把这个身上擦干净，那个头发卷起来，啊，戴上帽子见客。啊，见完之后还没洗完吗？再洗吗？啊，底下又来了客人了，洗一次澡的三次见客啊！啊，吃一餐饭也是的，也一餐饭的时候三吐哺啊！啊，客人来的时候马上放下去见到。周公讲的。我这样做，唯恐得罪天下的贤才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的时候，啊，稍稍有一点身份地位，啊，吃饭、洗澡不见客。周公是孔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圣人啊，夫子一生就是学周公啊，啊，也想有人能够用他了啊，他得个一官半职啊，那么我们能想象得到，夫子要是做官，一定像周公那样的
尽忠职守啊，负责尽职啊，啊，一定是如此啊！啊，爱民，爱财。啊，他一生不得志，没人用他。啊，所以晚年回家去教学，啊，教得很成功啊，啊，为什么成功？自己都做到了，啊，自己做到，你教人，人服嘛？哪个不服啊？学生都被他感动，这个没有别的。你比如说，夫子当年是3000弟子啊，72贤人啊，72个入境界的，难道后世就没有吗？啊，后世教学的人很多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，夫子只教5年呢。我相信在历史上自古至今呢，一生教50年的不在少数啊。为什么没有夫子那样的效果？自己没做到啊，不能感动人原因在这里。啊，真正做到能感动人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不能感动人。啊，还是在经上讲的，没有自己没有认真去做，啊，所以没有这个效果。啊，奉行。这个依教奉行，最重要是心的念头啊。啊，大禹王出门看到有囚犯，啊，犯了罪，啊，看到两个人。他就非常的伤感，啊，他旁边人看到之后，就问他，他说：“君王，那两个人犯罪，应当要判刑啊，你这个伤感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禹王说。他说我伤感的是从前尧舜在世的时候啊，尧舜也都是君王，他们国家的人民呢，都是以尧舜之心为心，所以天下太平，国家大治，没有犯罪的啊。他说我今天做的君王，做了君王，我这个国家人民呢，都是以他自己的心为心，我看到很难过，我不如尧舜呐，跟尧舜比差太远了，为这个难过伤心啊。啊，尧舜的心是什么呢？一点私心都没有啊！尧舜之道，古人说得好，孝悌而已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尽孝道啊，尽孝道善事长辈啊，善事父母啊，啊，悌道呢善事同辈
啊，也可以说是尊长，啊，都懂理，都没有自私自利，啊，起心动念都会为别人想，他不为自己想，天下大治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领导人带头啊！啊，当然那个时候的国家幅员并不很大，啊，就像老子讲的“小国寡民”，啊，人口也并不多，通通被感化了。啊，附近这些部落。实际上讲，那个国家没统一，都是部落。每个部落里头的领导人看到尧，看到舜，看到禹，看到汤，没不佩服。啊，大家都跟他学习。啊，所以他变成这个诸侯里头的榜样。啊，自自然然形成了诸侯的共同仰慕的人，共同尊重的人。啊，所以以后尊称为天子啊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他不是用武力夺了这个地位。啊，是大家尊重，啊，公认的。你看这个多好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